西港的啊，乔天师算过有名的啦吼、哦。啊，今年三年一科哦，啊，绕境，那绕境是安那叫做啊，台湾第一条、哦，就是因为咱的乔天啦，咱的乔天分母天有34天是全国王爷信用内底上大家己栽培的乔天，哦，是非常不得了啦。哦那、啊、今仔日哦，我特别邀请17人啊吼，啊今仔日这17人内底其中哦，啊就是大家都是上优秀的啦吼，啊这17人内底有5人呢已经啊被授权到全国传统艺术啊的啊代表啦，恭喜啦！啊，香港天安宫啊，老实讲。啊，是一个非常啊灵巧的所在。啊，西港是一个啊真有真精美啊，嘛是真有啊传统的所在。啊，大家注重啊传统，大家讲啊无过去的无现在，无现在的无未来。大家注重传统，然后我们啊珍惜现在，展望未来。那、啊、最后啊，我再一次向大家表达。西港是一个有文化的地方啊！啊，大家以西港为荣，那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事事愉快。感谢我们李连泉理事长啊，包装赶快介绍，把、啊、咱西港就跟咱的贵宾哦，咱西港咱的地主然后咱西港就是天安桥，咱的主评委员咱吴新刚、吴志伟、吴会长哦，还有一个咱所有的管理委员会所有贵宾哦，啊，咱所有的中华啊，说来。邀请到咱台南市咱的大家长，咱黄伟哲黄市长致辞。